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中国 boy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欢迎回来 Deep 点 IO。我现在已经升到15级了，好不容易了，我现在升一下级啊！对，我们上一次的话，对，我这个战场好激烈，你让我说完话好不好？嘟。现在这个游戏的话呢，它更新了一下它的这个怎么说呢，比较人性化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说你可以按这个键盘上面的数字来升级你的这个属性了，是不是特别人性化呀？不要打我了！这四面八方都是子弹，我怎么怼呀？上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有小伙伴跟我说，你是瞎吗？这个子弹跟子弹之间可以怼掉的。然后我就发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的话呢，我们这一期的目标也是一样的，跟那个 Slider 是一样的，我们要达到这个服务器的第一名，也就是 Number One 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实力的吧。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服务器的第一名，妈的11万分，我们可以期待它掉线的那一刻，对不对？我们期待它掉线的那一刻吧，好不好啊？我们先自己玩一会儿吧。哇了个蛋，居然11万分，太高了吧这也。然后这个游戏它现在也有一个特别人性化的东西，就比如说我死的时候是这个10级，然后我一复活的话呢就是5级，它刚好是一半啊，特别棒。我们要先升到45级啊，才有这个机会说是拿下第一的宝座。这个人死了，莫名其妙就死了。我的妈的，这个疯了，这个已经疯了。我赶紧离开这个地方。我的天哪！有一个五边形，拿到他的这个不是人头啊，就拿到他。下面又来了，这妈的全是疯子。reload 好像是这个子弹射出去比较大颗啊，肉眼我看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我可能说错了啊，你们就不要信了啊。反正我看的是比较大颗的，我轻轻碰了你一下，你看死了吧？你自己就不走好位吗？你看又来一个，死了吧？这些人不会走位是吧？注意看你的周围啦，好，我想可以升级了啊！我看见我升级成一个什么样子嘞？升级成这个样子吧，好不好啊？这个样子挺好的，以免有人过来爆菊花们比较好。然后我加一下速度吧，因为这个时候我就不能靠这个后坐力来加速了啊，我就只能靠我自己本身的这个速度。这上面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个射速好快好快的，去死吧！他0分了，我打死他应该没有多少分吧？我没注意看，有，那个 leader 就在上面。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150000分的长得是这个样子啊，还是一个 YouTuber，you fucking YouTuber 啊！他的名字叫这个啊，等一下可以去搜一下。妈的，我记不住你的名字的。妈的，我不想跟你打，后面又来了，操你大爷！还好我没掉多少血啊。我离开了这个战场，让他们两个去玩玩啊，让他们两个去玩吧。OK， 这个样子，他们至少死一个嘛，是吧？你第一名死，最好第一名死啊，然后第一名就会变成90000多分。我心眼坏坏的，我这个人，那没有办法呀，对不对？我这做视频，我就要求，我就想了，我必须要，是吧？他们得死啊，要不我怎么才能达到第一呢？或者说我就一直录着，我就一直录着，我就不信你们不掉线，不下线吃饭，我说网络不中断什么的，真是的。第二名跟第三名其实可以结合一下，然后把那个人杀掉，我是这样想的啊，除非他们是开黑哦，不开黑的话，这个游戏字都打不了啊。就算你要打字的话，第一名也会看得到。什么？你们两个要来杀我是吧？然后那两个就先死了。来呀，好，可以升级了。我靠，我升级跟一个跟他们一样的吧？这个比较暴力一点，因为我看他们第一二名都是这个样子的嘛，是不是？就证明这个东西还应该有一定好处的。我觉得加一下我的移动速度。丢，我可以像这个样子转啊，四面八方都是我的子弹，呼，但是这样感觉好怪呀，感觉打不到人一样的，只是能把他们吓跑，你看到没有？只是把他们吓跑。哇，妖怪，哪里来的妖怪啊？死了一个，好吧。
看看你的屁股吗？你不看看你的哦，七万，妈的，第三名了现在啊！打死他之后就加了几千分，好好啊，挺棒的，挺棒的，挺棒的。我们还是杀人比较重要，我觉得。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刺激不刺激呀？刺激不刺激呀？啊啊啊！你都不要看不看你的屁屁的吗？啊！你都不回头看一下你在想些什么呀？你，我就追杀他，死了，七万四，七万，我现在跟第一名就差八千分 ，Holy shit！ 马上就可以到第一了，马上就可以到第一了，我还是有这个实力的嘛！加油，加油！这我这射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散弹耶！还射得超级远的那个玩意儿。那是 sniper 进化出来的吧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应该是，只要那个人现在一掉线，只要他掉线或者说不小心死掉， number one is me， 第三名才六万多嘛，啊，我这什么鬼呀、啊、看起来好怪呀、啊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打得过我吗？啊，打得过我吗？打得过我吗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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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伤害挺高的啊，但是我的数量比较多，而且他只拿了那一头在打我，是吧？他跑了，嗯，没意思。哎，别别别，我怎么又卡住不动了？我，really？哇，我好不容易七万七耶！我只要等那第一名死掉。就算我打到了第一名好不好，就算我打到了第一名，我都不想说话了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运气那么差吗？啊，这个情况之前在 Slither 那个里面也出现过一次，我没想到在这个游戏里面也出现过了。我，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视频的话呢，也就先到这儿了啊。如果说你喜欢这期视频，不妨点一个顶啊，或者关注一下频道都是可以的。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